这么精妙的手法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这么精妙的手法，老刘还是第一次用呢。不愧是阳泉酒家，厨房里居然有这种好东西。不愧是老六的家，居然有这种好东西。啊，他在用力捶打猪肉。啊，老六在干什么？简直难以置信，这么一大块金华火腿肉竟然被老六打成了肉馅。这就是烧麦的终极境界，黄金风格烧麦。什么？不愧是谢师傅，时间才用了一磅，如果不是老六最近也上岛进修了一番厨艺，恐怕根本跟不上你的进度。最近冒险岛联盟的意志与厨神小当家开启新春联动，游戏内不仅上线丰富联动活动，还有更多新春限定时装、联动家园外观及超萌表情等待各位小当家解锁。幸好我今天就已经在游戏内美食玩法中充分修炼，习得厨神真传，这道菜我必拿下。我做烧麦时，肉的用量和其他食材的比例是固定的，全部都是8:5，也就是黄金比例。我做烧麦时，肉和食材的比例全都是随机的，我叫它黑铁比例烧麦。虾肉泥的 Q 弹，新鲜蔬菜的清甜清香，软糯的蛋黄透露出的甘甜。这届厨神大赛我赢定了，还有谁不服？有人。